这次找我干嘛？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我想知道，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大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是个小女生，我也想被人保护，我也想被人呵护。打妹，打妹，打妹！你来假装是我的前男友，我，然后跟踪我，打劫，就劫财还是劫色？我都没想到那里去。怎么装啊？他肯定认得出我啊。那你现在就需要乔装嘛。你好像那种得颈椎病的。这哪像得颈椎病啊。哇，好想把钱都给你啊。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真的看不出来。我们就话不多说。要不要先结？你就突然戴上这套，是不是上了身？内心的恶魔释放出来了，这叫提前带入角色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停车场了，然后现在就，然后你现在是我的前男友。为什么前男友抢你包呢？因为他嫉妒我，现在过得比他好。暗黑版的。暗黑版的。暗黑版的干哎，你的眼睛在哪里啊？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？那么待会儿骚犬来了，你就尽可能的要像一个 gangster。那么现在我要跟他们打电话了。那我现在如果回城，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换宝贝的地方？那必须可以。那我回城，你给我换个宝贝。我赶紧的。我先捕捉一个，我之前捕捉一个超好看的。妈的，不知道给我弄哪去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？张姐怎么？喂 ，Kimi，Kimi， 你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快点！我刚下班，我下怎么什么情况？怎么？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哪儿啊？我快点！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他很急，我靠，挂电话挂得很急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妈的，要报警了！我操！先别慌，别慌，万一。主要事情我们没弄清楚，搞清楚再报警。为什么追我？被你追到了，好晕啊！哇，尿香哎！这个漏露出来。带我们去吃什么？晚上吃你啊！张姐，你没事吧？张姐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张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跑好快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哇！那你搞什么？人呢？没捉到。谁啊？他谁啊？是谁？我前男友。报警了。害怕了，报警啊！现在啊，起来啊！人没事，人没事，干他妈那个！干嘛？
他，你拿他出来。滚啊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好烦，我操！好烦。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些姐妹朋友，她们就是遭遇过前任的一些骚扰。我认识的有一些也有这样的，但他是男生，那个女生就会跟着他走，他甚至就会坐在后排那个座位上一直看。他不是我们那个班的，他没上我们那节课，就坐在后面看着他上课。你要主动去寻求帮助，你要有一个很强的防范意识。要升华哦。对啊。没想到。我也有这样的一面。抢劫是这样的，张姐那个做法其实是错误的。拉包，你还要抢包，你给他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再去报警，你不要在那里抢那个包，你这个行为是错误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会很危险，往人多的地方去。对，就是甚至说什么保安啊、便利店啊、有监控的地方啊，或者说是灯光明亮的地方啊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。包括说脱离的一个危险的情况了之后，那个时候也应该给家人或者朋友们打电话，让他来接你，而不要自己再继续往前走了。所以你今天不感谢我吗？你真是我的好姐妹难相。干嘛？